这三百年来，两百多年来呢，这三位所创造小提琴上面也都有绘画。事实上，三百年前呢，他们就已经做这种事，只是说未来的之后的那两百年时间，大家没有再这样做而已。那我今天把这些小提琴呢，希望能够他们不仅是经历过一百多年的生命历程，不仅是只有埋葬在仓库里面呢，可能有点腐烂掉，可能再也没有人理会它。我一直希望从仓库里面把它们给挖掘出来，到了台湾，到了东方，赋予它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一个画廊去看，每个画廊都有他们的一种操作的方式。那其实有时候你不见得是直接面对到艺术家，对。那我们以艺术家为单位，有个好处就是艺术家有时候就在现场，可以跟你做一个互动。那让我们觉得就是艺术品不再那么有距离跟高高在上的感觉。那你从各国艺术家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他们的文化。像是我们这次有一个艺术家叫左安宁，他画了翁山书记这样的一个对缅甸来说一个非常重要性的精神性领袖的一个象征性的创作。那其实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各个透过这样的一个艺术盛事去了解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八十年代之后，通过出生的吧，那么的确定来的八十，那八十的确定来的个，那么那个也八十，的八十当铺的不就是的，因为话像那个的不就是也当铺的吧，哎的啊，或者说是的胶片路的吧，片的，哎的就那前头一些的开过，哎，那路是的，它会没贵呀。比如说的不是好的听得应该的方面的那那我后面这个是荷兰的艺术家，那荷兰艺术家呢，其实他叫Shark Tenge。那这个艺术家呢，他有很浓厚的一个艺术的背景，所以你看他的用色非常的丰富，然后呢带有一点像野兽派的对比性的色彩，跟像毕卡索式的一种表现性的风格，有点立体派的图案的感觉。再问你，我这幅画名字叫啥呢？叫这个天堂渡，渡是渡河的渡。你看这个地方有个船，我为什么放一个船呢？这个渡啊，就是说从凡间到天堂，它需要一个载体。这个载体是什么？
可能是一个实际的一个船，也可能是一个人与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很朴实的一种关爱。因为它是用汽车的那个废料嘛，哈，那本来要抛弃掉的这些废料，后来呢，他们把它收集起来，啊，然后呢，就把它组装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呈现出来，我觉得也很有环保的一个概念。